本台记者报道，新晋影后沈婉意意外车祸身亡。沈影后生前未婚夫陆明宇与其昔日好友纪瑶为其主持葬礼。感谢大家来参加婉意姐的葬礼。婉意虽然是影后，但更重要的，她是我的未婚妻。她的离世对我造成了很大的打击。星火娱乐将会暂停3个月的工作，来吊唁婉意。姐姐，你就放心走吧，我一定会帮你照顾好你的未婚夫的。跟个死人说这么多干什么？现在他死了，他的一切都给我们了。怎么这么说？我们能有今天，得感谢婉意姐啊。小妖精，在灵堂也敢勾搭我，你难道不喜欢吗？现在沈婉意死了，明宇哥作为他的未婚夫，他的钱和资源都归你了，开心吗？我让你代替沈婉意得到了他的一切，满意吗？沈婉意终于死了，我们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了。委屈死我的小妖精了。陆明宇，纪瑶，你们3、2、1 action。 婉意姐没事吧？导演说真打才真实。婉意姐可以的吧？没事。导演，这沈影后可可挂了，你看看这微博上说的。婉意姐，我替你照顾一下你的未婚夫，你应该不会生气吧？哦，对了，婉意姐，你的嗓子已经说不出来话了吧？真可惜呢，听不到婉意姐骂我了。怎么搞成这样？啊，婉意，你爱我，是不是？你爱我的话，那就沈婉意终于死了，我们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了。他的钱和资源都归你了，开心吗？如果能给我重来的机会，绝对要让这对渣男贱女付出代价。我重生了。婉意，刚叫你起身怎么不答应呢？怎么了？你别碰我。发烧了。婉意姐，怎么了这是？是不是明宇哥又惹你生气了？
他总是这样，一点也不体谅女孩子。明宇哥，你还不赶紧哄哄婉仪姐？婉仪，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最近拍戏压力太大了吧？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喂，婉仪，怎么了？明宇，我有条项链找不到了，你帮我找找呗。哦，项链啊？等会儿，我现在正在忙工作，等会儿再给你找。海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条项链找不到了，我想让你帮我找找，好不好？哦，行啊，我等我洗完就给你找。哎，海毅，那个记者快要到了，你先过去，好吗？海毅，行，那我先去了。哎，对了，啊，要我帮你把门关上吗？行，赶紧啊。陆明宇，你就慢慢表演吧。季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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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敢的？要是让沈婉仪发现，那我们……我还有更敢的呢。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？我不光给你惊喜，发布会我也给婉仪姐准备了惊喜呢。这个 U 盘，你懂的。你放心，往那一插。那不就行了呗，你就等着看好戏吧，到时候啊，喂，你可真是个妖精。婉仪，没事。石婉仪，就在这说你不配当明星，你我不认识他，明宇。保安呢？把这个疯子赶出去！我有证据，我有证据，大家快看！陆总，你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？这不是真的，明宇。明宇，他要是我在圈子里面最好的姐妹，你怎么可以和他？你听我解释。我跟季瑶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王爷，这不是真的。别着急，这只是开始。你还记得你的新戏里有个小三的角色吧？这个角色被季瑶拿下了，但是他一直觉得自己演不好，非得拉我去陪练。我呢，是怕你生气，所以不敢告诉你。哎，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帮他的。哎，
别碰我。婉一，我是什么人？他们不了解，你还能不了解吗？啊？是啊，你是个什么货色？发布会上的事情，再清楚不过。我会向媒体澄清，咱们订婚照旧。啊，别让这些捕风捉影的东西破坏了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是不是？明远，这件事情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。我要是知道纪瑶这么在乎小三这个角色，我早就会成全他的。哦，对呀，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嘛。瑶瑶，我知道这场戏难度很大，所以会帮助好你完成好它的，好吗？导演说真打才真实，婉一姐可以的吧？好，来了啊，来准备，3、2、1走。啊，沈影后，你还没说词呢，怎么先打了？哦，对不起对不起导演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好，再来，准备，3、2、1、咔。沈影后，今天状态不好吗？对不起对不起啊导演，再来一次一定会好的。来准备，3、2、1走。你居然敢知三当三勾引我老公。他爱的是我，可不是你这个。他不愧是影后啊，情绪处理的太好了。谢谢导演。演的真不错。沈婉一，一直都是你在搞鬼吧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是啊，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觉得你们瞒得天衣无缝是吧？你就不怕明宇哥知道吗？你大可以去告诉陆明宇，你看看他是相信我这个善解人意的未婚妻，还是相信你这个刚刚做过手脚差点连累他的心机小三。沈婉一，救命！影后就是影后，刚刚才和自己未婚夫总裁在一起，这就碰上顾大总裁了。挨什么瓜嘛？滚！别让我说第二遍。哼，起开！好像走了，哎，是走了。谢谢顾总今天出手相救，改天我……你也滚。下次见。你确定顾言爵会来这个咖啡厅对吗？顾言爵，明宇啊，婉一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这是我家，我还不能回家呀。正想你呢，你就回来了。这是我的香水味。啊，是啊。我身上怎么可能会有除了你以外别的女人的香水味呢？婉一，我已经等不及要跟你结婚了。嗯，我知道。是等不及要找人代替我吗？哎，婉一，你去哪？我上厕所。一楼厕所坏了，我们去楼上吧。婉一姐。纪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特意来向你道歉的。发布会的事情我一直没正式道歉。不用，明宇早就把我哄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哎。喂。陆总，婉一姐找来的律师已经把这次发布会的风波摆平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怎么样？太好了。你怎么还像个小孩一样，一点点事就能让你开心这么半天啊？这可不是小事儿，我家沈影后就是贴心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你还有事吗？
啊，没有。那你还不走？嗯。婉一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。谢谢。今天顾延爵就是在这死的，我要是成了他的救命恩人，哎，好巧啊，顾总。巧什么？不是你刻意接近我吗？顾总，如果我说你马上就要死了，你会相信我说的话吗？我没和你开玩笑，我劝你今天离这个游泳池尽量远一点。怎么不听劝呢？你没事吧？说吧，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离开星火，顾氏集团可以借此签下一位影后，互惠互利，不好吗？姚小姐，什么来头？你就是沈婉一的亲生母亲？不是我，难道还是你呀？季瑶小姐，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听说婉一已经把你的生活费给你断了。呸！那个破烂赔钱货，成了名就忘了娘了。我有件事要找你办，这些是定金。事情办成了，钱自然少不了你的。您放心，我能办得了。小红，这是婉一的亲生儿子，明白到时候要怎么说了吗？这可到时候做了那个什么鉴定，人家就知道是假的了。那个亲子鉴定最快也要几天。那个时候沈婉一的名声早就臭了，谁还管这个孩子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哎呦我的亲乖孙呀，明天带你找妈妈去。不是妈，这怎么可能是我的孩子？你看看你儿子那都画成什么样子了。妈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怎么可能有孩子呢？呀，这不是婉一姐吗？这孩子，婉一姐，你这可怎么对得起明宇哥？你们，沈影后，这是你和谁的孩子呀？你的未婚夫知道吗？你为什么要抛夫弃子？这和您当上以后有关系吗？小朋友，她是你妈妈吗？现在的媒体只会造谣抹黑了吗？滚！这就说到这儿。哎，小朋友，哎，干嘛呢？走。哎呀，这不是顾总吗？顾总可真关心婉一姐。婉一姐，你可真幸福啊。这孩子。妈。哎呀，
这孩子和顾总长得倒是挺像啊，不会是……大家别在意啊，我瞎说的，开个玩笑。造谣的后果你承担得起吗？是，可不是我说的，是阿姨说的。你怎么这么狠心啊？这么小的孩子，说扔就扔啊？证据呢？你说这孩子是沈婉意的，他就是吗？这可是沈婉意他亲妈，怎么会说谎呢？再说，要证据也得做亲子鉴定啊。十分钟，给大家一个解释。要是检测出来，他不是沈婉意的孩子，你这个母亲公然构陷女儿，已经构成了诽谤罪了吧？你胡说什么？她是我亲女儿。法律可不认你是她的谁，更何况你只是养母。现在大家清楚谁说的是真的，谁说的是假的了吧？抓我呀！谢谢啊，顾云珏。没事。救救我，金小姐，我不想坐牢呀，金小姐。陈老师，您需要吗？不用了，我就随便逛逛。少爷。上一世，你们就是在这儿快活的吧？婉意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用一下试衣间。啊，这个试衣间坏了，我们去那间吧。啊，我看看哪里坏了。那个，空调坏了。空调坏了？啊。那还开着干嘛？婉意，婉意，嗯，去那间吧，那间空调好的。沈婉意怎么把空调给关了？来，这个试衣间。哎，怎么不去试衣间啊？我试了一天的衣服，好累啊，脚都走酸了。那我给你揉揉。谢谢啊。哎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舒服吗？嗯，还行。婉意，你渴了吗？那边有水，去喝点水吧。不渴。哎，婉意热不热？这边空调不好，我们去那边，那边空调好。困了，去那边休息吧。哎呀，我去看看别的衣服，你好好待着。化妆师啊，来了来了，看什么看啊？还不赶紧给我补个妆！陆明宇，季瑶，这只是让我们身败名裂的第一步。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办方邀请我来参加本次晚宴。飞鸿来了！猜猜我脖子上的是什么？气质好。我想的是因为他上面有伤。是有伤啊。对啊，肯定是被人掐出来的吧。家暴了。沈老师，您上次因为陆明宇家暴你吗？不，这哪里是家暴，这明明就是杀人未遂呀。这只是一个误会，
婉意身上的伤不是我。沈老师，陆明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你使用暴力的？是不是最近的恩爱新闻都是陆明宇在强迫您发出声明？婉意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属下别无下不来台。放手！啊不，这我跟季瑶只是普通朋友，婉仪是知道这点的，是吗？婉仪，我们结束了。沈婉仪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是我们分手了。明宇说他跟季瑶只是朋友关系，请问这是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脑子里特别乱，我不知道。请问你身上伤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请大家给我一点空间。文艺，你不能走。飞姐，怎么了？婉仪，资讯都爆了呀！什么陆明宇杀人未遂，沈影后进城傀儡，词条都出来了。现在好多人在给我打电话，你在干嘛呢？现在在哪呢？我和顾言爵在一块呢。那你让顾总先带你避避风头啊！现在记者在到处蹲守你呢，你可千万不要回家啊，知道了吗？好，不跟你说了啊。季小姐，麻烦你再放一下。沈婉意，你不会是跟踪我和明宇哥吧？我要是知道你们在这儿，我压根就不会看你一眼。你不会以为你在晚会上的胡言乱语就能击垮我跟明宇哥吧？我告诉你，星火没了你一样行。曾经的星火娱乐确实靠的是我沈婉仪，如今你觉得你也行了？你……哦，对了，我最近听说陆明宇让公司的女孩去陪酒，小心一点啊。沈婉仪，你不要以为你能挑拨我和明宇哥之间的关系，我是不会相信你的鬼话的。嗯，是。怎么去这么久啊？我刚刚在外面看到沈婉仪。黄总。哎，季瑶再敬你一杯。哎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喝酒。哎，王总，啊，我呢有个朋友过来了，我去照顾一下。啊，好，去，失陪啊。啊，明宇哥，哎，把王总不管他，陪好了，咱们喝酒。沈婉仪。沈婉仪，陆明宇，这里狗仔可不少。你真以为顾言轩能跟你成友？他不过就是为了蹭你热度罢了。你怎么还那么天真？这点热度，我顾氏集团需要蹭？沈婉意再也不是你星火的人，从今天起，他的所有事情都由我顾氏集团全权负责。你有什么问题，
联系我司法部。陆明宇，你欠我的，我会让你一点一点还我。陆总，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了，提前祝你破产快乐。沈婉意，导演，沈影后到了。导演好，这是我给大家买的奶茶。哎，奶茶接一下。谁要请大家喝奶茶？哎，婉意啊，下午就要拍你跟季瑶的戏，其实完全可以将季瑶换掉的。导演，我没关系的。如果因为我个人的问题就把演员换掉的话，对剧组的名声也不是很好。哎，季老师，神影后请大家喝奶茶，特意给您带了两杯。哎，还是晚意识大体啊。辛苦了，导演。凭什么？沈婉意他凭什么？如果沈婉意残废了，毁了容，你还会捧着他吗？沈婉意，我看你这次还怎么逃得掉。下一场女主被绑架，演员就位，三二一 action。 姜老师放饭了。您钱给多少我力气就有多少。好好办，不要给我搞砸了。放心吧。Action！ 别动，老实点。放开我！还跑呢？那我受不了，别往我的身上！放开！哎，干嘛的？干嘛的？出去！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！今天的事情，我需要一个解释。放下，放下。哎，你这是干嘛呢你啊，怎么回事，怎么演戏了你啊，啊，伤了女人了知道吗？沈小姐的伤我可以简单处理，但最好还是去医院。给我。进去。顾总怎么过来帮我？我之前已经说过了，你已经脱离了星火，现在是我顾氏集团的人。你为什么老是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我，啊，好痛啊！活该。沈婉意，你现在没了我，你也……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在干什么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给我让开！哎，让开！沈婉意，这就是你选的男人。想你毁容，想你死的男人。
我会识人不清一次，但我不会识人不清两次。请你出去。我送你去医院。沈婉仪，你休想离开我！今天的事情，我需要一个解释。沈婉仪为什么总是这么好运？明宇哥，明宇哥，你干嘛？没什么好看的，又不会留疤。顾言爵，这次的事情我会查清楚。没人能动顾氏集团的人。顾言爵，谢谢你啊。我听到你在喊，我来看看。我没事，谢谢你啊。你现在在我这里，没有人能动你。我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是顾总的表白吗？随你怎么想。那个，好好休息。我绝对不会再重蹈覆辙。陆明宇，你我之间要有一个了结。凭什么你就能高高在上？凭什么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？凭什么？沈婉仪，我让你不得好死！沈婉仪，这是最后一次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再逃掉。还有陆明宇。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说抛弃就抛弃，这一次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婉仪，哎，你等等，让我看一下你。走，我已经告诉剧组那边，这件事情一定要有一个说法。你放心，不会就这样糊弄过去的。菲姐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。我知道你总是为别人想得多，可是你看看你自己，现在伤到了脖子。万一要是留疤了，你说怎么办啊？留疤也没关系啊，我是影后嘛，我又不是靠脸吃饭的，我是靠演技的。我知道了，这次都听菲姐的，什么都听你的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呀，是我最放心也最不放心的人，我所有的心血都花费在你身上了，我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人伤害你，你知道了吗？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这个世界上只有菲姐对我是真心的。你知道就好，我先给你上药啊，来。
过来。哎，我轻点，我轻点。哎，痛痛痛痛痛！今晚已经安排好了，顾客已经在里面等了。小姐你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是这样的，我跟顾总是一起的，刚才我慢了一步，可以告诉我顾总在六楼哪个包厢吗？对不起，我们是不能给你这样的人知道的。那个是不是顾总啊？哎，你好，我们顾总在休息，不好意思。我和顾总是很好的朋友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回吧。哎，这位女士，你不能进去。哎，顾总，请你帮帮我。顾明宇想要把我送给别人，就在刚才，他们想……凭什么以为我会救你？顾总，我知道您讨厌我，可是你一定会救我的。你跟陆明宇不是同一类人，可是你们都更偏心沈婉一。沈婉一能遇见你，这是他的幸运。可是我从来不会有这样的幸运。尽管我再努力，你确实没法和他相比。遇见沈婉一是我的幸运。是你这种人永远都不会懂得幸运。顾言爵，我真的不如沈婉一吗？其实我也可以。别把我当陆明宇，别在我面前耍什么小聪明。喂，哎，顾总，沈婉一不见了。你把沈婉一怎么了？什么？婉一他怎么了？一定是陆明宇。陆明宇因为心火记恨沈婉一，他不会……唉，顾言爵啊，顾言爵。你不过如此吗？沈婉一，我这一次一定要让你好看。陆明宇，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我会慢慢还回来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
沈婉意呢？你有病吧？你在我这找什么沈婉意？放开我！给我找季瑶的位置。是。沈婉意，你也会有今天啊！季瑶，哎，我都说了我不冷，严爵哥还非要把外套给我披上。沈婉意，你不会真的以为顾严爵他喜欢你吧？他和陆明宇一样。都是想玩玩你罢了。你笑什么笑？静瑶，一个人自己作践自己，那才是罪无可救药的了。你为什么总是在异想天开一些跟你毫无关系的事情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可能这是一种病？沈婉意，没关系，我今天会让你好好体验什么叫生不如死。你就这么恨我？你就恨我恨到一定要让我去死？我恨你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是恨你，但我才不要你死呢，我让你生不如死，我要让你亲眼看着我是怎么取代你的，我要让你活着，我要让你活着，眼睁睁地看着我抢走你的一切，而你只能成为蜷缩在街头的乞丐，看着我风光无限。我要让你也尝尝我的滋味。我对你那么好，你就狠得下心做这一切。好啊，沈婉意，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吧。我本来呢，只是想在片场慢慢的折磨你，但现在看来，只能我亲自动手了。景阳，景阳，先断了你的手，再断了你的脚。还有你这漂亮的小脸蛋，把硫酸灌到你的脸上、喉咙里、身体上，最后再把你扔到荒郊野外。谁能想到，堂堂的沈允后，居然会落到这样的田地呢？你说是不是呀，婉意？啊，沈婉意，我跟你说。你已经干过一回了，干过一回了。沈婉意，沈婉意，放开我！江，你真的太高看自己了，这回你真的输了。我会输的。
婉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顾总，还真是荤素不忌呀、啊！明玉哥，明玉哥，我，你们家纪瑶还在里面吗？这件事情我会报警处理的，所有相关人员都别想跑。沈婉意。季瑶，你去自首吧，让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陆明宇，我如你所愿。季瑶，婉意，哎呀，你要吓死我呀！哎呦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要吓死我呀！哎呦，走，给我看看，过来，先坐，坐下。飞行。嗯，你说我是不是特别任性啊？你还知道你自己任性啊？你看看最近发生的事情。婉意，不是我说，你只要好好的听我的，把戏拍好，剩下的我都可以帮你处理的，知道了吗？嗯，看看你的伤口。谢谢啊。我来吧，来喝水。哦，我自己来。你不是受伤了吗？姐喂你啊。哎，好。这次要不是顾总在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哎呀，真是的，怎么总是让人担心。只要你人没事就行。干！陆总，张总那边说，与星火合作的事情需要再推迟。推迟。这些老家伙，以前星火鼎盛的时候，人人都想分一杯羹，现在倒好，个个都想看我笑话。去公司里面挑个机灵的给他们送过去。那张总如果不收呢？没送怎么知道他不收？你是不是想盼着公司倒闭？滚！站！哎，刘总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
哎，耽误您一点时间，请坐，咱们聊一聊。请坐，请坐。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嗨，刘总。其实呢，我一直听说刘总一直对咱们星火娱乐有投资意向。哎，巧了，咱们星火现在正缺一位像您这么优秀的客户。您看，我们什么时候谈谈合作方面的事情啊？陆总啊，那是以前了。你看现在星火这个样子，不就是个烫手的烙铁吗？谁脑子有病愿意接手啊？不，话不能这么讲啊。咱们星火现在虽然这个样子，但是刘总，顾总，哎，顾总，您这么做不地道吧？刘总一直是我们星火的合作伙伴，你凭什么？啊，我的沈婉意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好啊，原来是你在搞鬼。我早就应该想到的，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。刚刚不是挺威风吗？以前真不知道你还有打人的本事。那还不是因为有顾总撑腰吗？陆云雨，陆明雨，这什么地方？陆明雨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陆明雨，你别乱来啊！我想干什么啊？这都是你逼我的，要不是你毁了我，怎么可能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？陆明宇，你知道你这样做是犯法的吗？你这么做的后果就和季瑶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季瑶，我怎么可能跟季瑶那个蠢货一个下场？
明玉，你别过来。现在是在给你机会啊。你别过来。陆明玉。婉意，我再给你机会，我们在一起好不好？陆明玉，我们一会儿好好说行吗？你还要耍我？明玉，申婉意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要么和我在一起，我们还可以再创建一个超级公司。要么你就去死。陆明玉，如果结果是这样的话，我选择宁愿去死。这都是你逼我的，陆明宇！王爷，没事了，没事。王爷，你们不能走，不许走，不许走，不能走。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恭喜沈影后再拿桂冠。我一会儿还要采访呢，别闹。顾言爵，如果我告诉你我想演完最后一部戏就不再演戏了，你会怎么想？我会支持你的所有决定。是这样的话，以后你的公司就少了我这棵摇钱树了。在我这里你绝对自由。哎，等一下。菲姐。婉意，我在等你庆功啊，婉仪。嗯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给你谈了一部新戏。什么戏啊？就是女主角。我跟你说啊。嗯。好，走。婉仪，你真打算只拍最后一部戏了？演了这么久的戏，我也想尝试些别的。婉意，
己吗？我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我慢慢的发现，过去的我一直活在别人的目光中，我在扮演着一个影后的角色。可是现在的我，我想放下一切，我想做一回自己，可以吗？你跟我在一起难道不是最好的吗？你站在聚光灯下，我站在你身后呀。飞姐，飞姐，你听我说，你也应该有属于你自己的人生，对吗？我哪怕是吸引了，我们永远是最好的朋友，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工作伙伴啊。沈婉依，你太天真了，你真幸福，拥有老天赏饭吃的羊毛，还有别人难以企及的演技天赋。为什么我那么努力，可是一切还是离我而去？你明明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，你凭什么离开我？你是我的，我不是任何人了，我只会属于我自己。沈婉依，飞姐，你别想不开。飞姐，我记得你以前说过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可是没有你，我注定是个失败者。飞姐，你听我说，飞姐，他非常好，可以发卡新快乐，新快乐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发新乐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安静，安静。怎么了？我这个人不太懂浪漫的欢喜，但在遇到你之后，我知道了共度余生的意思。什么意思啊，顾彦君？沈婉依，你愿意成为顾彦君今生唯一的妻子吗？我愿意。